作为 TWICE 首次 solo 出道的娜琏，在 YouTube 上公开的主打歌 Pop MV 中，以充满女儿味的可爱华丽的姿态，让全世界的粉丝们为之疯狂。现在 TWICE 的官方 YouTube 频道正在依次更新 solo 出道幕后花絮，视频中成员们为娜琏加油打气时，公开了热闹的拍摄现场。娜琏过于紧凑的日程成为了话题，甚至让人怀疑如果没有成员们的应援，拍摄会不会无法顺利结束。 Pop MV 拍摄第一天，当天的最终镜头拍摄时间是凌晨2点，因为进行了多次重拍，所以结束时间大概是早上吧。休息期间，娜琏说眼睛睁不开，无法做出表情，但是重新开始拍摄后，她还是以完全不让人感到疲惫的专业形象克服了困难。拍摄结束后，娜琏说目标是回家睡3个小时以上，并透露了第二天紧凑的日程，令粉丝们大吃一惊。然后是第二天拍摄，当天娜琏不仅忙于拍摄，还忙于在小卡上签。这样的拍摄结束时间是凌晨4点，现在已经不是深夜，而是清晨。可能是因为连日来的辛苦工作而过度劳累，但娜琏却轻松地说了一句：“今天的精神很好。”娜琏在镜头前丝毫没有露出疲惫的表情，令粉丝们赞叹不已。爱豆韩社，每日解说最新韩娱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